是美国洛杉矶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叫做帕萨迪纳。在这个弥漫着浓郁美国风情的繁华的街头，偶然间我听到了最传统的中国音乐。当我看见贝贝，这个瘦小的中国女孩，在异国的街头独自弹奏着古筝，我的内心闪过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的滋味。我对贝贝产生了好奇。Yeah, it's pretty low right now. Turn up. I heard you turned it low. All right. 贝贝今年23岁，两年前来到美国学习录音，现在他已经毕业了。这是贝贝的男朋友 Marcus， 毕业后两个人搬到了一起。其实我回中国我可以找份工作，录音的话 我在美国学的话回去肯定还是挺吃香的，但我就是不想回去。为什么？我觉得我还是想在美国能够发展，能够建立一个事业上面家庭方面我都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发展。贝贝刚刚毕业，还没有拿到工作许可证，不能找工作。 Marcus 也没有固定的工作，两个人的生活来源主要靠贝贝在街头弹琴和卖碟片的收入。每次上街弹琴， Marcus 都会陪着贝贝。What's this? What's this? Yeah, it's a heat pad. What? A heat pad. Yeah, it's not for me though. They're for baby. It's for baby.This is the largest part of your life, right? I don't know. I guess. Which one? But like eventually, you know, you want it so that you don't have to come out here and work. You could just perform like regular jobs, you know? Like even out here, it's still profitable though to come out here. Even if you're a steady working musician.You have the potential to make, you know, between four,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money that she'll make in a weekend is $300. Thank you. It's $8. Oh, thank you. Yeah. Something like this. Thank you.贝贝7岁开始学习古筝，9岁登台表演，曾经是专业的古筝演奏员。但是后来贝贝在香港演艺学院上大学的时候，他放弃学习了8年的古筝，改学了录音专业。
实际上刚刚开始的时候，贝贝并不愿意在街头表演，是 Marcus 说服了他。在国内看的街头卖艺的觉得好像比较就是不是上档次，觉得但是他就觉得好像这是在美国哈，美国人不是这么想的，而且你的艺术这么好，大家都会愿意听的。而且我的确也觉得来了以后，我谈完以后别人说谢谢你哈，他们会给我小费，然后我说 thank you， 他们说哦 thank you， 我觉得非常就是欣赏我的音乐，也很高兴能够听到一个就是能专业的人在 K 上非常表演。对于贝贝来说，在街头弹琴不仅仅是解决了生活的来源，更重要的是让他找回了他的音乐梦想。并不是所有人在帕萨迪纳弹琴都能像我那样，就是能够大家站在那围着我去看听我弹，然后买我的 CD， 然后给我钱，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所以我想作为一个表演者音乐家，然后能够自己录制自己的东西，自己如果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通过在街头弹琴，贝贝很快获得了一个机会，一家咖啡厅邀请他去试奏，如果顾客喜欢他的演奏，贝贝将获得在这里固定演出的机会，这正是贝贝希望得到的。演出非常成功，咖啡厅的老板和贝贝约定了两天后的演出，这将是贝贝在美国的第一次正式演出，也是他实现梦想的第一次机会。贝贝，贝贝的生日就要到了，他决定在家里为自己办一个美国式的生日聚会。为了办得完美，贝贝想把家里的墙壁重新粉刷一遍。Marcus 主动承担了这个工作。在和贝贝接触之后，我渐渐感觉到，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在美国谋生，他还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就是要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如果我想在美国这个地方真正的发展我的事业的话，想特别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话，我觉得是一定要进入主流社会的。你跟美国人在一起生活，有很多美国的朋友，然后能大家能够共同做一些事情，这样的话可能对我来说就更比较容易的能接受他们的文化，然后跟他们的人相处。
第一次正式演出这天，贝贝邀请了很多朋友来捧场。现在刚刚开始，我现在我都没有说要收门票啊之类的，但以后的话可能我开始如果做这些东西的话，我可能会开始就是要开始收门票啊那些，因为我还是要我作为一个音乐家，如果你的音乐你不能当成一个职业来就是能够谋生的话，你没办法当成做成一个事业，所以的话对我来说，对，现在是不赚钱，但是以后要赚钱。对，贝贝在这里的演出是没有报酬的，只能靠出售碟片来获取收入。正当贝贝沉浸在首次演出成功的喜悦中的时候，事情却出了意外。由于没有事先和店主打招呼， Marcus 把碟片放在了吧台上出售，这一举动引起了店主的反感，他们发生了争执，最后店主不允许贝贝再来这里演出了。失去了在咖啡厅演出的机会，贝贝只能重新回到街头。冬天快来了，贝贝能上街弹琴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他和 Marcus 的收入也比以前少了很多。星期五过来一杯时间啊，没事，我星期六早上给你刷，早上也没刷，然后星期六11点钟开始刷的那个墙，睡觉。我之前一直跟他说 Marcus 你要再不弄的话肯定来不及到时候，为什么要当天那么忙， party 那天应该就好好休息休息你知道吧，事先准备好的嘛。他说啊，你没开过 party 你不知道怎么弄什么什么，别那个牢骚什么什么的，没开过 party 我也简单的 logic 我也知道了， that make sense。 贝贝和 Marcus 吵了一架，这一天是贝贝的生日。打架的时候多吗？打架的时候反正不少。有没有后悔跟他在一起过？啊，这个好，这个问题问得好。有没有后悔过？有。不过我觉得可能跟任何你跟谈任何恋爱你都会有出小啊，要是不认识他就好了，生气的时候总是这样的嘛，生气的时候总是想到坏的地方，想到啊，那是不认识他就好了。你觉得就是跟他相处下来以后最不尽人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最不尽人意的，说那么多不好的，他生气了到时候。这不尽人意的可能就是觉得他们责任感不是那么重吧，他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考虑的不太多，就对我来说
对，可能中国的男人呢可能会比较说觉得哈，他是个男的哈，他应该就是担起就是照顾一个女人的一个责任哈。但可能，但是我觉得跟他在，我不知道其他的美国人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两个人是比较独立的，但是有很多事情他要依赖我。在美国奋斗不容易，就是生活其实很实际的，爱情是爱情，但是你哈两个人还是总是要生存，所以我觉得他对这方面的紧迫感不是特别强。那现在你和 Marcus 是你挣钱挣得多还是他挣得多？最近还是我赚的比他多，所以基本上我赚的钱反正就是在这儿了，你知道吧？所以那付这个房费？对，水电费？对啊，水电费、房费。平常你们出去吃饭？我们都不怎么出去吃饭，在家里。对，谁做饭？要我做。伟大的妻子，我做啊，我洗碗，哎。在这一天，贝贝说她在国内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富有的男朋友，当时是那个男友支持她来到美国读书，但相比那位男友带给她的丰富的物质生活，贝贝倒是更珍视 Marcus 带给她的变化。就是支持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我觉得 Marcus 给我的支持，像他我出去弹琴他都陪着我，像一个中国男人可能做不到那一点，像我以前男朋友不可能这样。说实话，跟我以前男朋友在一起，我不用上街去弹琴，对，这是真的。但是我能不能做今天能够去开上音乐会，那么多人知道我的艺术，可能我也找不到，因为太安乐了。我不用这一步，我可能根本不用工作，我一辈子就可以被养在家里面，什么都不用做。我一个可能我出来练个书，也只为了换个洋学品洋文凭而已。就我可能根本就不用担心找个工作去奋斗。然后我家里面带孩子生孩子就完了，但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就我因为就算我现在在美国来，我很辛苦，可能我过得哈物质上面根本没有以前在香港那么好，但我觉得完全是我自己在奋斗，只是我刚开始而已。而且以后我有能够成功的话，也是我自己奋斗而来的，并不是说别人给我的。嗨，不好意思，我还没什么意思。你们先坐啊，先坐。Party 快要开始的时候 ，Marcus 接到了电话。Bye, bye. Okay, okay, bye. 然后是道歉 ，I'm sorry for what happened today. I'm sorry what? For what happened today. Hi, good to see you. 哎，你去看我里面那个屋了吗？刷墙刷了一半，今天是刷的，是这样的，来，这样子挺好，有点有点有点，这个是谁？谁？谁 ？Yeah, it's going down. Oh, Fred, awesome. 这是我男朋友的妈妈 ，Hello, Miss Mary and Tom. Tom, yeah, right, mom and dad go play.She's a little shy. She doesn't talk very much. You know, sometimes she, but she's more comfortable now talking, because at first she wasn't really comfortable speaking the language. But now she's more comfortable, and you know, her and I and Vanessa talk about everything and get along. Yeah, her English is good. Yeah, her English is really good. It's been improved a lot since I met her. Yeah, she's done really good. She has a drive to succeed. I've seen her talent actually just the past Wednesday. I was blown away because I've only seen her in the professional situation in class. So she, you know, she's reserved and she doesn't really see. I didn't really see her artistic side. But when I saw her on Wednesday perform.I just was blown away by her drive and love for her instrument. 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 ，Marcus 回来了。贝贝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之间刚才发生的不快。
当我再见到贝贝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月以后了。他离开了和 Marcus 合住的房子，一个人搬到了另外一个小镇。这颗琴现在没人用，我就来弹琴，然后挺安静的，我什么时候弹都行，早上起来我就弹，然后晚上又弹。Marcus 帮你搬家了吗？他有，他也帮我搬那东西，但是后来我都是大部分是我自己整理啊，然后墙我自己刷的，刷的我手都快刷断了。为什么不叫 Marcus 帮你呢？他有事你看，本来说让他帮，但那两天我搬家的时候是感恩节嘛，他家里面有事情，没办法，因为我急着把它弄了，所以全都是自己搞的。但是贝贝始终没有告诉我他搬出来的原因。冬天到了，贝贝不能上街弹琴了，在没有找到工作前，贝贝只能靠在街头卖东西维持生计。我让我妈外给我寄些东西，从中国寄过来小玩意儿，什么小那种丝绸的小包包，就是中国的那种小玩意儿。然后我星期天上星期天早上，我4:30就起来了，开车到我以前住的那个城市 Azusa， 它那块有一个大的集市。然后我早上6:00到那块，然后把我的摊儿摆上，还可以，还卖了一些钱。贝贝说，在生日聚会后的一个月里，他发出了很多求职信，也去应征了一些职位，都没有结果。这天，他又去一家美容院面试销售助理的工作。It's okay. It's not that great. Yeah, it's all right. Just a job, you know. I think anything, 任何东西，除了音乐，可能之外都没什么意思。Yeah, 没关系，先找份工作糊口再说。Yeah, yeah, 没关系，这个不行的话，我就去另外一家，另外一家也还不错的。Yeah. 最终，这家美容院没有录用贝贝。经过了3个多月，终于贝贝得到了一份办公室助理的工作。这天早晨是23岁的贝贝有生以来第一天上班。我昨天晚上都没怎么太睡好觉，早早的上床了，然后一直就醒，可能是太兴奋了。不过也是有点感觉，有点害怕吧，觉得是完全一个新的环境，跟学校跟完全不一样，办公室的那种啊。不过我应该能行。但是仅仅做了一天，贝贝就决定放弃这份工作。看，都是在帮他们整理所有退回来的商品，然后我差不多今天8个小时做的都是那个，就觉得我的手都快断了，在最后根本没法再练琴了。回家情绪上面我觉得也不是那么高，所以我觉得要做工作还是要做的要开心一点好呀，要不然的话弹回家来后根本就不想再弹琴之类的。最终贝贝选择了一份看小孩的工作，赚钱虽然不多，但是工作时间不长，可以匀出精力来练琴。同时他也不放过任何跟音乐有关系的工作，虽然这样的机会很偶然。Baby. Hi. Hi, baby.
在可能比较难一点，不是说我那么理想哈，没有做到我想做的东西。不过我觉得人生路还很长嘛，这是一段，可能你是过渡的时期。如果你现在这个情况不允许你做你真正想做的，就先做的别的，然后但是不要忘了你自己真正做的东西，总会成功的有一天。在华尔街打拼了七个年头的中国女性，我想看一看我到底能够走得多远，我到底能不能够把我所有的潜力都发挥出来。面对事业的阻力，该如何继续发展？我会一定要想做一些，希望能够做一些跟中国有关的事情。成家在即，她又面临怎样的困境？或者是分开，或者说她舍弃她的想要东西。敬请收看《大洋彼岸之追寻华尔街》。我站在大洋的彼岸，像舟在心底阵阵呐喊，孤独在灵魂中空徘徊，只有网络与书本作伴。我们第一次见他是在帕萨迪纳的街头啊，那个是星期五的夜晚，我记得我们远远地看到贝贝一个很弱小的身影在弹古筝，我们听到了非常中国传统的音乐，那时候就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啊。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美国的地方基本上很少见到有华人，我看到他，我觉得这个女孩身上一定有并不是所有人在帕萨迪纳弹琴都能像我那样，大家能站在那围着我去看听我弹，然后买我的 CD， 然后给我钱，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的。所以我想作为一个表演者音乐家，然后能够自己录制自己的东西，自己如果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后来经过跟贝贝的沟通以后，我发现他的梦想是用中国的传统的乐器能够进入美国的主流文化，能够被好莱坞接受，所以这就让我们有了一个更大的震撼，因为这是非常不寻常的。而用中国的乐器进入美国的主流文化，这势必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如果我想在美国这个地方真正的发展我的事业的话，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话，我觉得是一定要进入主流社会的。所以我们决定把贝贝作为了我们整个这个纪录片拍摄的第一个拍摄对象。我们开始挖掘，发现了他背后很多经历我们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故事。 I became interested in this project because the concept reminded me of my own exper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the first episode, the baby episode, was such a touching little movie that I wanted to get involved in this project. 那个时候是白宇杀到我的。我们所有的拍摄的人员都还在学校，还没有毕业。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南加大念电影，白宇呢已经跟我的同学柯一川一起在拍这个片子了。那个时候他们想多找一个搭档来拍这个片子，我们那个时候资金很有限，所以就是人越多其实越好。所以拍摄贝贝实际上只能用我们的课余时间来进行。贝贝的很多的演出都是在晚上，那么我们也就是一下课就跑过去拍贝贝的演出，或者是到他的家里去拍摄，去跟贝贝聊天。所以那个时候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体力和意志上的挑战，因为连续四五个月其实每天都只能够睡三四个小时的觉。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到那个片子是不是能卖钱，或者是能不能变成一个系列片，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想拍一个好的故事。因为贝贝是我们拍摄的第一个人物，所以在和被拍摄对象之间的这种沟通的难度和所必须要付出的这种努力的上面，其实是一开始没有很好的心理准备。但是当开始对他进行拍摄以后，我们发现其实这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大家的相互的了解信任，以及对他内心深处能够走得多远多深还有就是怎么样让他能够对我们的这个摄影机能够更加的开放，这些
切都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华尔街，这里是可以影响全球经济的金融中心，在这里无数人为之奋斗一生。Hi Betty, come in. Hello. How are you? Hi Betty. How are you? Good seeing you again. Nice to see you again. How are you doing? Hi Betty. Nice to see you. Pleasure seeing you again. Good. Very good.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于凡，一位身材娇小的中国女性。Here. Yeah, it's New York. It's summer. Yeah, I know, right?他现在是华尔街上日本第二大投资银行大和证券的副总裁，在这里已经打拼了十几个年头。So we leave on Thursday. Thursday, and oh, so it's only one more day. Yes. Everything's all set. Itinerary, everything's all set. Meetings are all lined up. 2 weeks, very busy. Very good, very good. Three cities: Beijing, Xi'an, and Shanghai. 这是 Steven。他的公司目前主要的业务是面向中国国内需要资金的公司，帮助他们寻找投资人。In 2002, right after China entered the WTO, I remember I took a flight to China, and there was less than 15 people on the plane, and I was probably the only banker or business person on that flight. I would say in the last 2 to 3 years, every time I got on a plane, it's full, primarily tourists, but I've also noticed in recent years a lot of business.Not the traditional import-export agents looking for manufacturing contracts, but investors, bankers. I think in China there is a lot of competition for advisors. Mm-hmm.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competition for investment bankers. I think the ones that can stand out are the ones that will truly understand both China and Wall Street, and the ones that can really present that they are the bridge.If Betty can present that she is a bridge, then she can be very successful, and that's how she stands out from the crowd. Thank you very much, Steven. Steven 打算和于凡一起开展在中国的投资咨询生意。于凡正在考虑离开现在工作的大和证券，成立自己的面对中国的投资咨询公司。我想就是今后的5年之内吧，我会比较想做一些，希望能够做一些跟中国有关的事情，也能够呢发挥自己的双语的能力，就是英语中文两方面能力，然后国内的一些关系给它利用起来，那么也帮助中国的公司呢能够走向世界。在大和证券，于凡是唯一一个来自中国的非名校毕业的女副总裁，属于中层职位。然而随着职位的上升，他遇到了华尔街大部分华人都会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 promote 到下一个 level， 那么下一个 level 就是 managing director。 那我觉得这是很难哈，因为 managing director 呢就是一定要你不光能够做 deal， 还能够带进 deal， 就是能够把业务带进来。那么对我来说呢，这个就比较难，因为我不是在美国长大，在这边的关系啊也没有像美国的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么多，那怎么样带进 deal 来，怎么样产生 revenue，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尽管在中国毕业于复旦这样的名校，
但是来到美国，于凡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是无法想象的。成功的华尔街 banker 都是最好学校出来的，哈佛啊，耶鲁啊，但我虽然在中国念的很好的学校，可是我在美国我并没有去这些 Ivy League，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这个道路走的也是很辛苦。就是你好的学校出来，他们一般那个 alumni 的，就是校友会都比较 strong， 都比较厉害。你哈佛啊，或者你 Princeton 啊，他们都有非常厉害的校友会。那么他们通过这些校友会的话，你会认识一些大公司的一些总裁啊、副总裁啊，他们这些就是都可能会是你下一个 transaction 的一个 lead。 由于家庭的经济压力，没能就读于名校，同时又是一位中国女性，在传统美国白人男性垄断的华尔街打拼的挑战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的高速发展对具备西方金融知识的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于凡知道他的事业发展的方向必须是属于自己成长的沃土，中国。我的一个愿望，也是我的一个努力方向吧，就是做中国和美国两边之间的桥梁，既能够帮助国内的公司进入到美国公司，或者帮助美国的公司进入到中国的市场，同时从我个人来讲呢，也是对我事业上是一个帮助吧。在华尔街，事业上遇到的巨大挑战，是当初决定来美国求学的于凡难以想象的。我是92年夏天来的美国，我当时为什么来美国呢？那个时候我是90年代毕业的嘛，那个时候的国内的学生都特别向往出国，去追求一种比较不同的生活方式，去追求一种新的机会和挑战嘛。我觉得我非常的就是 driven by 那样的一种 ambition， 就是特别想啊，我这辈子我一定要成功，好像我要做一个女强人，但同时我也要玩得很开心哈，去玩很多不同的国家，去不同的地方，认识不同的人。我想看一看我到底能够走得多远，我到底能不能够把我所有的潜力都发挥出来。带着这份决心，于凡来到了美国。刚到美国的于凡就读于明尼苏达州的一所州立大学。是明尼苏达的第二大州立学校，叫做 Mankato State University。 我觉得来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开始的时候还是就是有些想家，那么尤其是我父母年纪都比较大嘛，我在我们家是最小，所以呢每次想到我爸妈妈年纪大了，好像心里面有时候觉得蛮过意不去的。身在异乡，一想到家里的亲人，于凡就忍不住会哭。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一直与家人保持联系，但很快他便发现自己并不属于这里。因为我是92年来的嘛，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的华人学生，那边就基本上都是白人比较多，因为他很多是德国的后裔，德国人、瑞典人、北欧人的后裔。另外呢，就因为那个town比较小，那个学校那个大学城比较小，所以没有很多的那些商业。那么你除了校园以外呢，你看到的一些就是一些书店，学校的书店，或者就是一两个餐馆，所以感觉还是有点失落。明尼苏达并不是他所向往的美国的样子，也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环境，于是他下决心离开这里，去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那就是纽约。因为纽约是大都市嘛，总觉得好像很多时候被从大都市所吸引，因为从上海出来的人喜欢那种比较 international 的那种环境，所以来了纽约，然后来学那个学金融。商科毕业后，于凡很幸运地被美国十大银行之一的花旗银行聘用做分析员。通过这个机会，于凡接触到了金融业，并很快就把目光放在更具挑战性的投资银行领域。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要从零售业转到投资银行也是很难的。对当时的于凡来说，进入投资银行几乎是可望不可及的。于凡这次来 Steven 公司，主要是想考察一下他们公司的实力，了解这个合作伙伴的公司交易规模。
两年多以后呢，我就换工作了，我就去了 Lehman Brothers， 就黎曼兄弟公司，那就算是我正式进入了 Wall Street， 那是我进入 Wall Street 的第一个工作啊，总算来了华尔街哈，这是纽约最著名的华尔街。那么，但是很快呢，就是也有不开心的地方就进来了，因为我们坐的地方是在 Trading Desk， 就是交易台嘛，就是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大家交易员呢和我们这些协助人员都是坐在一起的，就那个环境就特别吵闹，然后那种 Trader 就是比较相对来说他会比较不是很礼貌嘛，因为他们也不是说人不好，他只是一种就是一种脾气，今天赚钱今天不赚钱，那么赚钱高兴，不赚钱当然是特别愤怒，所以就能听到骂人什么的。 I remember the trading floor was so loud, people were yelling, screaming at each other in a good way because business was good, I guess. Right. But yeah, I mean there's definitely times when it gets hectic and we, you know, have two phones and juggling all the customer orders and we get a little active, and we kind of like that. Yeah. You know, we like to be involved in as many different names as possible, and kind of be involved with where the most active area of the market. 除了工作的压力以外，当时作为公司里唯一的一个华人，而且是女性，于凡适应这里的社交方式也有相当的困难。美国人他们喜欢说下完班以后 have a drink， 好像去喝酒，好像就是他其实也是 relax 一下，但是更重要的时候呢，就大家一起相互之间的有一种 bonding， 好像建立一种友善的关系。那我就不是特别能够做这些socialize 的东西。首先我第一我不爱喝酒，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特别不喜欢 bar， 我觉得 bar 里面特别吵，也很多那种 noise 哈，我就特别不喜欢。还有呢，他们周末美国人还喜欢打高尔夫啊，这个我也不太喜欢，所以这对我来说其实也蛮影响我的工作的。虽然在交易所吃了很多苦，但在那里获得的华尔街经验让他在11个月后得到了一个猎头公司给他介绍的一份高盛投资银行做顾问的工作。于凡也因此成功进入投资银行，从事公司买卖交易咨询分析的金融领域。在高盛获得的经验是于凡得到大和证券收购合并部门副总裁这一职位的关键。来到大和证券以后，于凡坚持每天清晨跑步，他说这样既可以强身健体，又可以为自己缓解压力。到了副总裁的职位，于凡因为没有足够的人脉，所以已经很难再上升到更高的职位。面对这样的困境，于凡很希望能够回中国寻找发展的机会，但是还有一件事是让他所顾虑的。跟着于凡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他的家。How was your run? Was good. This is my sweetie, 我的 fiance, Nick. 他是意大利的后裔。那么这是我们知道，意大利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跟中国文化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就是 food. Yeah, we got more spices. 于凡告诉我们，他和未婚夫决定在今年年内完婚，在中国和美国各举行一次婚礼。他是喜欢中国菜。中国食物超过我，我们去唐人街都说他带我去那些小街小的餐馆，我说他原来前辈子肯定是中国人，他喜欢那个吃中国菜。在厨房里，于凡的未婚夫就是大厨，而于凡就从女强人变成了打下手的小跟班。不吃蛋黄，我也是个 planner， 很多东西我会去事先想，但是家务东西好像他想的比我要周全一些。His grandma always said they always use the leftover from the cooking, put them on the top of the bread and eat that. Well, when I was a child and I was waiting impatiently. Oh yes, like me now. impatiently for the food to be done, she would always take some sauce and put it on bread. That's so cute. To sort of keep you. This is the bread with the tomato sauce while we're waiting for the food. Let's see.
Actually, you should eat it. You're hungry. 于凡的未婚夫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在生活方面甚至比于凡还要传统。他很恋家，很希望结婚后每天都能和于凡在一起。Are you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children? Having a family, sure. Yeah. Absolutely. We're discussing that mixed children will be very handsome and pretty. We don't know yet. We'll find out. That's very tru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t has to be healthy. You know,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want the, you know, the baby to be healthy and then smart. And, you know. And then look. And then, yeah, and then good looking, you know. I think in that order. Health, intelligence, and then good looks. 谈完孩子以后，我们发现两人的气氛有了一些变化。原来于凡计划婚后辞掉在大和证券的工作，为中国谋求新的发展。未婚夫虽然也能理解于凡，但是面对将会出现的两地分居，他并不赞同于凡的回国发展。最后该如何解决，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方法。我们一直有谈，然后我们最每一次呢都是觉得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答案。两人在一起确实互相都是非常支持，他们如果说他一定得跟着我过来的话，这实在不是他特别想做的事情，可是他也许会这么去做，就是为了 support 我。但是我不希望他做那样的牺牲。Say that one more time. Compe. 为了找到这个平衡点，于凡一直在努力做着各种尝试。21G, right up. Okay, 2 seconds. Okay, bye. How are you? Hello. Good seeing you. Hey, 于海，你好。好久没见，好久没见，等了一会儿了哈。这是 Scott， 他是在超市和于凡认识的。后来过了几天，在路上又一次遇见，发现大家住的地方距离很近。就这样，他们慢慢成了朋友。这位是秦于海，英文名字叫 Jerry， 他和于凡一样，在国内就读于复旦大学，但他和于凡却是在美国认识的。I met Jerry, as I mentioned, I met Jerry in one of those Chinese-American investment forums in New York, and we have kept in touch ever since. 目前 Scott 和 Jerry 在合作一个有关网络在线直播的项目。When Jerry told me about this idea, I was very excited about it. I thought 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idea, and I wanted to help him, and you know, I knew...few people in the industry as well as in the financing community. So I thought that Scott would be a very fantastic addition to the team, and I introduced Scott to Jerry, and they started working together, and so far, I think so far so good, and I will let Scott make his comment. She likes to talk a lot. 利用自己跨文化的优势，协助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和融资，这是于凡想成立自己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和中国接触越多，于凡越觉得国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两个月后，于凡告诉我们，他已经辞掉大和银行的工作，决定回中国一试。他已经和未婚夫商量好，给自己半年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找到足够的生意，做国际收购合并顾问，同时又不必常住中国，以便兼顾事业和家庭。Betty is sort of a rarity in a sense that she still has a close connection to home, to her family in Shanghai, speaks the language, but also speaks the language of Wall Street. This is important. 就这样，三个月以后，于凡离开了生活了十几年的美国，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华尔街，回到了他最初成长的地方，中国上海。请问一下，那个买卡是这边吗？就是买什么？充值卡，电话的充值卡。对，就是右转。哎，你好，买一个中国移动的充值卡。啊，对，好，谢谢啊。为了发展他的事业，于凡今天要参加一个私募基金投资座谈会，一方面了解中国的收购融资环境，一方面建立人脉。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大都是像于凡这样长期在国外发展的华人。That all with the SPV, that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offshore. U.S. structure, like preferred stock. Right. This type of thing. To China, I don't think that's a problem. I think. 此次活动一定能够成为我们风险投资企业家与创业企业家交流沟通的桥梁，成为风险投资业界人士与政府之间对话的通道。成为中外私募企业基金和风险投资家与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会议上，由于不了解国内手机充值卡的使用方式，杨浦于凡有些不知所措。科交新式战略的一个主要的战场，就没有任何的语音提示，这是会是卡有问题吗？挺烦的，就是有的时候觉得挺烦的，而且还觉得挺傻的，就觉得别人觉得特简单的事儿哈，这我这还做半天，觉得每天忙忙碌碌的，但是不知道在忙什么东西，就是都是芝麻大的事情。我就说，哎，怎么事情都办得那么慢？怎么越烦呢就越急，越急的就越烦，好像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回国已经一个月的于凡，对目前的生活节奏和方式很不适应。有的时候跟客户打交道不是很顺利的话，把电话挂了之后就自己跟自己发脾气。自己现在的那个感觉，就是因为好像是短期以内就突然间全部聚集在一起了，就突然间一个爆发，就很烦，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或者说做的比较慢，没有我想象的做的这么快，那就有点着急。我们从美国习惯美国做法的，你要改变一下我们的 perception。那你既然你来做中国的 deal， 在中国市场你想来做一些业务的话，你就也要适应这边的国情，你不能把美国那一套东西全部搬过来用。于凡觉得这次回到上海进展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顺利。会议中间我们采访了坐在于凡身边的这位刚刚决定回国发展的旅美华人。在这边了解一下情况怎么样？那你怎么处理你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问题呢？你的家也跟你一起搬过来了吗？对，全家都搬过来。对，小孩也在这里上学，一定要全家在一起。对，如果我一个人过来这边，比较辛苦了。26号、28号，所以25号到27号，我可能在北京。那我不在了，我回来了。那我已经回来了，对对对。到时候什么样的 conference？ 一些 financial sector，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发给你。哦，那挺好，因为我的 client， 我是做 banking 的，我以前是做 M&A 的，在纽约做 M&A 做了7年多啊。那你应该加入我们。加入你们，你写下你那个名字好吗？我是然后HR director 兼那个 BD director。哦、oh, ，OK， 非常好。我待会儿大概10点半过去。哦，那我们就一起过去。你愿意一起过来？那么下面介绍公司这个中午当着点，我就跟他围。那我就跟他闹脾气。这边的会议还没结束，于凡就要赶到另外一个座谈会去了。有没有可能一种状态哈，像我们这种人还是留在美国，希望说是在两边还是不断的 travel。 老实说我也是这样想法的，我是应该住在美国1个月回来一次呢，还是应该住在上海？对对对，我绑架我是来上海的，我自己不肯来，因为上海天气太热。嗯，所以我们这种人都是这样想法。嗯，还老实讲一句，我们是应该住在中国的。对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你不能人住在美国做中国的 deal， 越来越难现在。那原来是这个资金进来的很少，所以他只要有什么资金他都会要。你说我从美国来，他马上就跟你挂上钩了，他马上愿意跟你合作。可是现在的话呢，他有很多选择，他就不光是跟你合作，他要跟最有效的一个投资人合作。那么这个投资人如果在中国的话，他整天就在旁边给他打电话跟他联系，就是 hand holding 比较紧哈，会比较容易做，所以他就会愿意找那样的人。他觉得你在美国你还2个月来看我一次，这个人是每天看我一次，我有什么问题打一个电话马上解决。现在中国里面人才很多很多。哦，我觉得是海归的优势越来越小了，再用不了几年的海归的优势没什么优势。什么？就是说，你真的就像那个 Chris 讲，你要在中国做事业，可能就是得在中国。对，两点走是不是？我们一起去，一起去。那我就帮你安排那个午饭的事情了，可以？好好好，谢谢啊。通过几次活动，于凡发现，现在的他并不像当初在美国时想象的那样，具备那么多的优势。这一次回来就一突然你看到，哇，这次真的很兴奋，确实是变化太多太多，太漂亮了。但是
自己好像还没有能够在里面起到任何的作用，还不是里面的一部分。国内的话就是每天都是像战斗一样，大家都觉得一下子有那么多机会，都想拼命的 get ahead， 都想往前有一个提高，所以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来讲呢，也是一种冲击，就是好像觉得啊，在美国实在是太安逸了。我的很多朋友回来都非常成功，做得很好。以前开始的时候是两边跑，然后最后都全家都回来了，都回中国了。所以呢，从他们的经验来讲，跟我交流来讲，我也意识到，就是说两边跑不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做法。所以也就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希望那个能够 work， 而现实让我觉得这是不能够 work， 才更让我觉得很着急，那么也很烦躁。一个月以后，于凡和丈夫在上海结婚了。这让于凡更加迫切地想解决丈夫来中国的问题，所以就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现在确实是没办法，可能就是人生必须要有一些无奈吧。可能就是当你真的逼上梁山，你非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下不了决心，你忍不了那个心，你做不了一个决定的时候，把我所有的感情，我全部就此扼杀掉，我去追求我想追求的那个梦，那个事业。我想我们最后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交流，那么还是希望说，就是把两人变成是一个 team， 就是说不是他的决定，也不是我的决定，而是我们两人共同的决定，必须达成一个决定，说是对他也很 comfortable， 对我也很 comfortable。两人在一起确实互相都是非常支持，他是一个非常 supportive 的一个人，就他一直是说希望我能够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么非常希望说能够给我一臂之力。我觉得就真的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就想成为一个两边的一个桥梁。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在不断的就感受国内的一些新的一种冲击吧。希望呢就是说能够在这当中学到东西，也能够起到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他是中科院博士，我叫谢迎秋。他是留美博士后，2000年来到美国。然而7年的留学生涯，他却前途未知。有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一次机会的出现，是否能改变他的命运？冷泉港学术会议是这个专业领域里比较高级的一个学术会议，我想好好准备。是坚持还是放弃？敬请收看《大洋彼岸之未完的路》。我站在大洋的彼岸，像舟在心底阵阵呐喊，孤独在灵魂中空徘徊，只有网络与书本作伴。选择于凡主要是因为我前后采访了几十个在华尔街投行做事的中国人，而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女性。那么像于凡这样30多岁，由于事业的原因非常的优秀，但是没有结婚，或者是因为结婚了，但是和自己的丈夫在事业发展的方向上有所不同，可能造成两地分居，最后对婚姻造成了很大的挑战。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他去美国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所以于凡是在华尔街的女性方面，她是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这是为什么我最后选定来拍一个在华尔街打拼的中国女性的形象。我自己曾经在华尔街工作一段时间，我知道作为一个外来人在一个白人占多数的
而且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去打拼是如何的困难。我的一个愿望也是我的一个努力方向吧，就是做中国和美国两边之间的桥梁，既能够帮助国内的公司进入到美国公司，或者帮助美国的公司进入到中国的市场。其实于凡是近期海归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因为在华尔街越来越多的华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都想回到中国来发展，于是很多人都回到了大陆，会比较想做一些，希望能够做一些跟中国有关的事情，也能够呢发挥自己的双语的能力，就是英语中文两方面能力，然后国内的一些关系给他利用起来，那么也帮助中国的公司呢能够走向世界。但是他们自己由于已经有很多年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其实已经非常的适应了美国的社会了，因为随着中国经济高速的发展，越来越多在华尔街打拼的人都会考虑到回到中国去发展。可是当他们回到中国来看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发展，他们实际上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很长时间以后，他们实际上必须要重新适应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的方式，这实际上让他们处在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两难境地。他走过的路一定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觉得它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觉得就真的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就想成为一个两边的一个桥梁。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在不断的就感受国内的一些新的一种冲击吧。希望呢，就是说能够在这当中学到东西，也能够起到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我觉得于凡的这个故事有一点遗憾的是，它是在我们的整体单元拍摄接近尾声的时候开始拍摄的一个故事，所以由于时间的限制，另外再加上于凡的男朋友，现在她的丈夫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一个人，以至于我们当时没有能够更加深入的走进他们的个人的生活。如果我们当时的时间能够更多一些的话，我想我们会和他们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会拍得更加深入。